到台上为我们颁奖，掌声欢迎 Ricky， 有请。先颁发的就是初创企业组最佳微电影女主角奖项，今次非常特别的，因为是有双金奖和一个银奖的。首先是颁发银奖，初创企业组最佳微电影女主角奖银奖得主是苏嘉欣，唱片公司上等娱乐有限公司微电影《爱的时代》，演出是非常之自然啊！恭喜我哋嘅银奖得主，有请两位面向镜头啊！早，最佳微电影女主角奖第一位嘅金奖得主就系Asha， 多谢我嘅唱片公司 Love and Music。多謝 Abby 去同我一齊咧，為呢一個故事去創作一個好貼合嗰個劇情發展嘅一首歌《夢回》。多謝每一位，我哋會繼續創作落去嘅。Thank you。再次多謝 Asha， 請移到台側等一等啊，都係上過台嘅，佢就係錢超榮 Annette， 唱片公司環星音樂國際有限公司，微電影《星如止水》，廣告製作公司初夏即時創作。恭喜曬錢超榮 Annette！ 評審認為 Annette 嘅表現係非常之投入啊，演出相當出色，令人動容。恭喜曬！一齊望住中間鏡頭啊！呢個故事咧非常之感人啊，都相信咧令唔少朋友好有共鳴嘅。究竟 Annette 係點樣理解同埋體驗角色嘅經歷嘅咧？交俾你分享幾句啊！Hello， 大家好。首先多謝 AIM 同埋創意香港啦。咁其次咧，我真係要非常之感激我哋嘅創作團隊初夏即時。多謝導演森馬，多謝 MC， 多謝你哋每一位嗰三日十幾個鐘以嚟嘅照顧，你哋好辛苦，真係。但係得出嚟嘅結果實在太靚太好啦，我都冇諗過自己可以做到咁好。咁其次亦都非常之多謝啦，就係歐嘉文老師啦，歐嘉文老師就係我哋嘅點講咧？佢做咩似乜啊？咁所以其實對我嚟講，我覺得我嘅演出都好自然啊，因為我只係action reaction react to 佢個 action， 我就已經係好入心所有嘢。咁亦都好想多謝我媽媽啦，多謝我阿姨啦，一路以嚟不斷咁樣支持我啊，無論幾高幾低都好，你哋都喺度撐住 support 住我，俾咗我好大嘅動力。亦都好多謝評審們俾咗呢個肯定，令到我更加會再繼續努力落去。好多謝唱片公司啦，環星娛樂有限公司嘅張國林老闆啦，俾咗呢個機會我哋啦。咁anyway， 再一次衷心多謝一路陪伴我嘅 Andy Chang 啦，仲有所有嘅設計啊，所有嘅嘢都係由佢一手一腳包辦嘅，同埋都好陪伴，多謝曬大家，要多謝嘅人實在太多。多謝曬 Annette， 我哋一齊影張大合照啦！又請剛才得獎嘅女主角都嚟到台中間，同 Ricky 影翻張大合照嘅。再一次恭喜曬我哋初創企業組嘅所有得獎女主角！哇，仲有扎花添啊！OK， 好，請咁多位咧可以向左邊移一步嘅。OK， 我都有花想獻花俾 Annette 係咪啊？哦，即刻喺凳底度變出嚟，好犀利喎 ！OK， 我哋快啲啦，把握時間，係啦，哇！趁曬我哋嘅金獎得主啊，恭喜曬 Annette！ OK， 我哋一齊企埋啲啊，望住中間鏡頭啦，好，預備，再次恭喜初創企業組嘅三位得獎女主角。